阿尼是祖先的意思，马钦是这个黄河源，最大的山。咱们现在去阿尼马钦，今天去那的工作是，那个冰川。看一下冰川，冰川监测，量一下。我这一生当中，去阿尼玛钦转山的时候，1986年嘛，那时候阿尼玛钦的那个冰川，特别大，那个风景也特别好看，就是后来，2014年的时候，还是去阿尼玛钦转山的。那时候比，86年的时候，那冰川，退得特别特别厉害。我小时候第一次阿尼玛钦转山的时候，冰川，差不多在这儿。就这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，差不多就这个地方了。现在推到那边去了，差不多千多米吧。2021年的时候，学生就在这个地方。2021年，融化了28米的意思，这是。阿尼玛钦的冰川越来越少了，就阿尼玛钦周围的那个水源地越来越少了。都说水源地没有了，就那个黄河呀，就变化太大了吧。这是2023年的时候，2023年，这个标记我放的就是。8月份，8月份放的。这个2021年到2023年，退了，59米5。这是1米，这是2米，这是3米，刚好4米，4米，这是4米。你的妈妈病了，什么病？怎么情况就去世了？这个情况有儿子要知道吗？10年就没了吧，30-40年吧，就这么快的话。有雪山的话，有水，有草，有野生动物，有牛羊。没有雪山的话，再不知道有没有这些东西。我2014年的时候，就阿尼玛钦的周围的那个水源地，博后水源地开始做水源地。是那时候阿尼玛钦的，周围的那个水源地，大部分就是干了，大部分就是那个，垃圾污染的特别大。做水源，建垃圾，水源地里面的垃圾全部我们组织了10几个人，然后，就是监测。到现在的话，我们马钦县那个阿尼马钦周围，4个乡都现在做这些东西，2000多人吧。
这一个就是阿尼玛钦第一次拍到的一个雪豹，这是红外相机拍的，特别喜欢。我看了以后，哎，这是雪豹吗？我们因为是我作品上以前都看到雪豹，在青石也没有看到雪豹，这一次看的时候也就是，就是雪豹我认识的。哎呦，这个阿尼玛钦周边也有雪豹，哎呀，太好了。 包括有关系。啊，我老师嘛，两个做，就是为了阿尼玛钦，这山里面放红外相机，就是三个月，就是换这些跟电池一样的，那个卡呀这些，那个数据全部拿过来，然后还是放在山上面。有些动物越来越多了。 比方说那个雪豹、藏獒，还有那个岩羊、马驴、别春鹿，就2014年到现在做保护，做了10年，不理解的人到现在也不理解的人特别多。哎呀，在他天天山里转，他到底是干嘛呀？ 在我山里面走的，哎，又拍是去了嘛？今天拍啥呀？就这个吧，我这个，我给他们讲，哎，今天拍个动物，拍个风景，就这样给他们回答一下就行了。不理解的人就是一辈子不理解的人也特别多，理解的人也特别多，嗯，就是这，到时候就所有的人。 理解我的工作就行。<笑>希望所有人都能理解你的工作。对，理解我的工作，理解就是阿尼玛钦的主要行。不理解我的工作也行，只要他们理解，要理解就是阿尼玛钦怎么重要，那个黄河怎么重要。 他们就这方面理解就行。年纪越来越大了，再反正十几年、20年到的时候，我就这样觉得，哎呀，我到时候不会动的话，就是心里面也不舒服。这习惯了呗，就这样习惯了了。有时候我的周边也人也不太多，反正。 有时候去的时候，人家有钱，反正我去的时候我也没驾照，还是要人家给钱，就是开车走，这样的话就是有点困难。 气候变化就这么越来越大的话，就是这个，保护的。 This is CGTN Radio. Hear the difference.